跟住嚟咧，我哋有请我哋法政先锋社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先。我哋有请黄浩然、谭俊彦、陈伟、陆思允、杨柳青。同時咧，亦都係邀請埋啦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製作部戲劇合拍總監暨法政先鋒社總監製梅小青小姐一齊嚟台前。我哋有請盧慧影出合照先啦。接下來我知道小青姐今天有些說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如將時間交給小青姐。OK， 其實咧頭先阿杜先生已經係講咗我哋今次一個很特別，但對於我嚟講咧，從做嘢咁多年咧，我都係第一次嘗試一個咁嘅嘢。我哋今次排戲真係排得好，即係等於個排戲都好長，同埋亦都好。珍惜一個這樣的機會，竟然我們可以再度出發再去做這件事。但其實由這件事一開始的時候，我是很快就收到一些 WhatsApp， 我們各位演員的 WhatsApp， 就是講一講無論怎樣我都會支持的。那我心裡真的會很暖很暖，很珍惜的機會，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我力盡而美再度出發。也都很多謝是這麼多位，也都很多謝公司和阿杜先的支持，真係上千萬嘅都係可以重拍，亦都係贏到一個美譽，就係我哋一個良心嘅電視台，同埋我一個好好嘅團隊會再做一樣咁嘅嘢。咁同埋多謝你哋嘅一呼百應。我哋最尊重團隊精神，當然會全力配合劇組做到最好。冇錯啦，無論係髮型定係身形，我哋都極速 keep 翻曬，一定會年輕有型。直頭咧，重新安排我哋自己嘅行程，即刻埋位。我哋個都做好準備，確保拍攝完美。係咧，小青姐啊，今次你精挑細選嘅新成員究竟係邊位呢？其實好似我哋大家都有份去選嘅，亦都係公司阿杜生選出嚟嘅。咁佢咧就係、是、湯樂文。而家有請法政四子鄭俊雲、郭子豪、胡飛、黃耀煌一同護送法政先鋒四嘅新成員湯樂文出場。Hello， 係。我哋而家人才仔仔當然要影張大合照先啦。Thank you， 唔該曬咁多位啊！靚湯出嚟，當然一定要分享一下你嘅感受啦，同埋不如你介紹一下你劇裏面嘅角色好嘛？首先好多謝杜先生、小青姐咧，就揀我做呢個角色啦。咁我好開心可以加入呢個大家庭啦。咁因為法政先鋒其實係真係由細睇到大，咁我亦都好開心可以同大家一齊 jam 戲咁樣啦。咁喺入邊咧，因為我當咗自己係新人㗎啦，所以大家請多多指教啊！多多指教嘅話咧，咁我哋首先指教咧，就一定係我哋法政部嘅一哥浩然啦。嗱咁啊，我哋劇組咧同法政部一樣咧，要求都好嚴格嘅，熟讀劇本冇差池，開工做嘢要準時，全程投入做實事，你做唔做得到？我一定日日攬實個劇本，將啲對白銘記於心啦，仲要保持最佳嘅狀態啦，咁上鏡咧就會最 fit 視人啦。你哋嘅要求我一定會做到嘅。好，唔單止要做到，仲要做得好，做得投入嘅喎。嗯，咁你對角色嘅揣摩有幾多？對性格咧又有知道幾多咧 ？Hello， 大家好，我係觸覺嘅。觸覺焦點觸覺嘅記者徐怡。嗱，雖然咧我個名叫徐怡，但其實我一啲都唔徐怡噶。不過咧，我就心思思將一件事就留咗喺心入邊，唔敢。喂，千祈唔好劇透。哦。OK， 唔好穿橋啊。知道。咁啊，演戲咧，我哋法政係在於求真啊，演戲係在於用心啊。以下嘅時間咧，就交俾我哋重案組嘅郭 Sir 同你好好咁驗證一下。好，大家準備好未？好。我大家靜靜啊。我準備好驗身啦。
啊，你好啊，你好啊。焦点触角，你是记者嚟噶？系啊，我是焦点触角记者啊。有冇上去睇过啊？我的专题报道好有水准。喂，但阿 Peter 话你听日先嚟噶。本来就是的，不过咧，我楼上突然之间爆市佢喎。咁我谂住要期出去租酒店住啊，咁啊不如早一晚嚟啦。就算啦，喺度啊，你计翻个钱，咁都平过出边住酒店啩。同埋咧 ，Peter 话你系全港最好嘅包租公嚟，你咁好，冇计啦，冇计啦，冇计啦。爆屎佢喎，啊 Chris 啊，系啊，你叫我随意得噶啦，我。咳，小英姐，点啊？你觉得收唔收货啊？呢个？啊，呢个剧本 ，Happy 熟唔熟啊？好熟啊！嗰次我哋，而家我哋又再度出發去做呢一樣嘢啦，好辛苦曬我哋咁多位，我哋大家覺得掂唔掂當啊？工嘞喎 ！OK， 我哋係咪啊？我哋跟住要開工，大家努力加油！好，努力加油！歡迎湯立文正式加入我哋嘅法政團隊，成為我哋一份子。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邀請埋阿杜生啦，監製方俊華先生，編審梁敏華、阮美鳳、冼翠晶嚟到台前咧，一同預祝我哋《法政先鋒四》拍攝順順利利。我們現在先拍一張大合照在兩旁前面，好了，接下來我們就要切燒豬。我們現在切燒豬有一個口號的，我稍後數三聲的時候大家就一起說力尽完美，再度出发，法政先锋四。法政先锋四，大家要俾个双 V， 大家睇下。好，记唔记得再讲一次？力尽完美，再度出发，法政先锋四。好耶！大家好，大家手搭手，掂住前面。嗱，数三二一。好，持續，大家持續先。一二三，哇！順順利利。好啦，而家我哋一齊嗌個口號啦，三二一。力尽完美，再度出发，法政先锋四，耶！唔该晒咁多位啊，今日咧再次预祝咧法政先锋四拍摄万事大吉，顺顺利利。多谢传媒嘅朋友出席，以下落嚟咧系传媒采访嘅时间，拜拜。